请睡觉的时候，所有人麻烦你把你的棉被摊开来。要是晚上让我看到有人睡觉不把棉被摊开来，你明天就倒大霉了。所有人十秒钟之后床上躺平。十秒，九，八，七，六。明天早上，谁要是起来找不到鞋子，他就要倒霉了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应该忘记的。不是还有二分之一秒？嗯。你以为我们在拍报告班长？二分之一秒。停。愿你走进甜甜梦乡，祝你有个宁静的夜晚。你不赶快睡觉？再说一声，明天见。各位弟兄晚安。最后我要介绍我自己，我叫石俊，是这本日记的主人，希望在往后的一年里我能够成为保卫国家的军人。大家晚安，成功林晚安。